们现在在羽田机场了，然后要登机了，然后买喝的，然后这个是新出的，很好喝，看大家装手。我们已经到达北海道，然后酒店不知道出什么问题，在那边确认我们会没地方住了吧，然后现在要坐巴士先到酒店去，然后就可能开始滑雪了，然后我们就要滑3天雪。好，就这样吧，然后到了酒店再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。我们现在巴士了，哦，快2个小时才能到，然后我们在巴士上看我是歌手，歌手啊，我觉得这期特别不好看，不过没东西看。我们到房间了，然后这里是雪山嘛，然后就光超级好，超级好，超刺眼。然后呢，因为我现在到房间了，然后打算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， 然后这次的那个房间还挺大的。来之后呢，进来之后就是这是厕所，就是还挺日式的，这个就没什么特别好，因为其实也不会在这里面洗澡嘛，我们都会去那个温泉去洗，嗯，这里就就不用吧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一个好大的衣柜，好大的衣柜。然后呢，就是这里有茶什么的，然后有个人在烧水。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厕所，就是尿尿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床，我觉得这个空间还挺大的，这2张床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这个还挺古老的那种日式的商务酒店的那种样子，然后台灯啊，然后啊，我可以在这化妆哎，然后镜子还挺大的，耶、然后这里就是有个沙发，哇，这边其实还挺大的这一块空间，一般日本的酒店都很小嘛。啊，我们这边没有雪山的 view， 他们那边有，我们这边是街道 view。街景，耶、就是这样，还挺大的房间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换衣服，然后马上去滑雪啦。哇，你看这样，只要我迎着这个窗户，光都超级的好，比在家打光还要好，这个雪的功劳。耶、就是这样啦。然后我们现在换衣服去滑雪啦。我们现在滑完雪回来了，哇，壮啊，摔得超惨。然后现在去吃晚饭，然后啊，我头发好乱。然后晚饭我们要吃那种 buffet， 然后有螃蟹什么的，应该还挺不错的。嗯，那我们就走啦。
色好可爱呀，是漫画里色刺的小熊熊。哇，是20000多这个手套。哦，这不是我给你买的那个。对，它卖多少钱？酒店超酷的，它有一个旋转木马在酒店里面，然后我等一下要坐，然后特别可爱，然后很梦幻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、哦！哇，就是这样，超梦幻，好好看，我要坐，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坐啦，唯二的两个大人。熊，太可爱了吧！我们坐这儿吧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是热气球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进来了。非旋转木马的旋转木马，这是个热气球。其实不过我们也只能坐这个木马，它不小。那个手机拍的比这个相机人要好看哎，我觉得是啊，转的好快呀、啊，转的好快呀、啊，啊，转的好快呀、啊，转晕了。哦，其实才这么慢而已。全场你最快。早安，今天是第二天的早晨，然后现在是几点？8点不到。哇，真是又困又累啊，然后哇好刺眼哇。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吃早饭，然后吃完早饭继续滑，真是累死，滑3天有点疯狂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吃早饭啦， Let's go。 早饭保持这么多，保持这么多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滑了，真是生无可恋恋。第二天就已经累成狗了，滑不动了。眼镜什么在下面对吧？我们又要出发滑第二天啦。3天，我们今天滑半天的雪，然后就要坐飞机回东京啦。时间过得真快呀。
不过这次这个 resort 还是非常推荐的，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雪质已经不是那么好了，还是比较推荐一月或二月就是来，应该是北海道是最好的滑雪季节。那么我们就快点收拾收拾，然后滑一上午就要启程回东京啦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已经滑完雪，然后收拾好，然后换好衣服，准备要去机场回东京啦。然后这个雪季就这样结束了，北海道还是很好玩的。然后喜欢滑雪的人推荐来这里。在大巴车上疯狂吃零食，像小的时候春游一样。好吃。好啦，给他吃。我们现在在机场寻觅食物，吃啥嘞？哇，全是克拉，是谁？还有。这不你接了一下这个，还是吃这个，然后我决定了吃这个。它有好多种，我们终于决定在这儿吃。走，让我们去看看食物是怎么样的，是不是一毛一样的？哒哒。然后我们就点了那两辆吃的，然后我的是这样的，然后他点的是有。叫什么？有海胆、螃蟹和鱼卵。鱼卵。我的是香醋料理，就是有什么好多好多东西。然后这里还有个马铃薯，然后这里是汤。啊，耶！开动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迅速吃完就空盘，哒哒。空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点礼物什么的，零食吃的，然后就坐飞机啦。
给你。